第一首就是，其实我是用很多那个收音机的，其实是收音机，就是 scanner 啊 ，scanner 它就是可以去，比如说我的 scanner 比较厉害，所以我可以 scan 那个计程车司机啊。我有一天不知道怎样 scan 也 scan 的到有人在讲电话，啊，就是 scanner 那种，然后很多那个 noise 是从那个 scanner。第二首就真的是现代音乐的钢琴。这当然跟现在这样用这样的手法也还蛮多的。那最后一首其实是我最近其实比较喜欢的的作品，当然在操场也有表演。不过你们会听到版本会每次都会有点不一样。那我大概讲一下，就我今天故意把灯什么都关掉，因为之前这些 piece 它其实都有搭配影像或是装置，所以大家都会分清就是。可能大家会觉得说，今天为什么听到不一样？因为以前就是有装置啊，有 video。那我觉得那个，就是说我希望稍微这一次就是完全改变，就是用耳朵听。我会先有一个概念，然后我就先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去，我需要什么样感觉的东西，然后我就。开始做音乐，然后做完音乐之后把音乐丢给他，然后他再去把他拍的素材，然后去剪辑，然后去配置，看他加什么效果，然后都好了之后，我们会一起讨论。然后现场表演的话，我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，就是比如说，哎，我开始表演了，我按 play 之后，他音响直接开始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有点失真，这样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。其实我们是分开进行的，对，只是说那个同步的时间要抓得很准，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小误差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感觉会更真了，对。其实我没有去限制说，现在是 IDM 我就一直做 IDM， 对，就是我觉得就是。看那一个概念的东西去做，对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表演的东西，它的概念就是 home， 那我们就是这一系列的表演，就是影像跟音乐就是搭配要呈现一个家的感觉，然后不管是制作的方式或者是整个呈现度。那下一个概念，那我们表现的方式又会不一样。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去做你们听到的那些音乐，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听到，当代的古典音乐，你可能会听到后摇，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噪音或什么。那这些其实，其实我是用一个所谓的 morphing 的手法，就是我其实就是把古典音乐的，我去帮它取它的那个频谱嘛，这个，然后我去。做很多的混杂，所以其实我不是用很传统的作曲方式在做声音的方式，所以你会听起来很熟悉，不过你又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呛出来？因为它并不是你想象的用你过去的，比如说你可能用一些音乐软体去做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不太喜欢用就是很太正规的音乐软体去做一些声音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想 create 的就是一个，我可以讲我的经验，就是其实我九六九七吧，在西雅图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是看我朋友表演啊，在西雅图，那但我自己这是在旧金山读书，那。在西雅图，我那时候听一个我朋友表演叫 Smoke Party， 那时候他的东西其实感觉好像蛮简单，就是一个碗跟一个西藏铃，不过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声音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整个人的精神都被射出，就是在那里面，所以让我对声音的神秘非常感到着迷，这样。电影配乐也是影像跟
音乐结合。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时候太抽象的时候，反而观众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到那个讯息，所以他在做影像的时候，我是一直要求他，就是你能用周边的素材去制作你的影像，那这样表达会比较直接。那我，因为其实我对声音也很有兴趣，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会，因为我自己还有念电影配乐是跟编曲有关，所以我觉得把这两种东西合在一起，就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就是我声音也是取材一些周遭的声音啊，然后可能在台湾的时候取材一些台湾的素材，然后在伦敦的时候取材一些伦敦的素材，然后主要变成声响，它不是主轴就对了，我是用编曲的概念去制作这个音乐，然后再两个再搭在一起。对我来讲，我希望我每次表演或是展览，他大家看到会都不一样的东西。不过这是比较奇怪的想法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所以哪一天你会突然觉得，哎，这个是我表演，或者说，哎，其实我比较不喜欢说很被定型，说 OK 你就是做这样的。其实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是比较这种感觉的创作的，就是我创作其实都是感觉就对了，所以我希望很强烈感觉的作品这样，所以他可能会是像这样。我自己其实一直希望摆脱那个太自私的想法，所以其实中间有一段那个批评，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太酷了。不过其实我就是故意要把它调那么大，就是好像那个低频就是感觉就破掉了，就是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喜欢走稍微比较极端一点，所以有时候可能很吵，有时候很静，那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直就是摆荡中。